知识渊博，能歌善舞的伴侣永远陪伴着我。 Action 回来啦！欢迎回来，时代达人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也有另外一个明星达人要公开授课哦。这一次我们有吴克群要教大家如何做首饰的搭配哦。 大家好，我是 Kenji 吴克群，今天呢，我来到槟城，然后我来到一家非常有特色的装饰店，然后里面会有很多的配件啊，你可以戴啊，然后可以让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。装饰啊，就是要有自己的样子，最好不要跟别人一直一样，就最好每一个东西都是不一样的。像这种男生戴起来都蛮酷的，很多人觉得穿这样的配件，皮配件就一定要配皮外套啊，好像做的像 rocker 一样。